我 OK。哦，他长这样啊。哦，中奖。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鼠年行大运，数钱数不完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福大，我们找了全台湾四大超商之的其中三间，因为 Seven Eleven 买不到，所以我们准备了莱尔富、OK 便利商店，还有全家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开这三间的福袋，那这三间的福袋，我们想要比较一下他们的 CP 值哪一家是最好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统一价钱，就是全家便利商店是199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买了 OK 买了两个，因为 OK 一个是100块，所以两个是200。那莱尔富呢，一个也是100块，所以我们也是买了两个。可是因为莱尔富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有两种福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个别买一个，加起来是200块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开，先从全家开始。全家开始。全家的大奖是 Lasers 的汽车。干。干。Sneakers。Sneakers。哦，这一盒不便宜哦。哦哟。酷哎。玩具。玩具，哎，我开。科学面。鲜渣饼。这个 cheese 饼。科学面，长高科学面，红色多利多汁，查理娃，哦，抽奖，抽奖卡，最大奖是汽车，这是他的抽奖券，然后最大奖呢是这台车，那最烂的奖是什么？最烂的奖就是没有奖，26奖，全家专属礼物，那有到26个哎，然后。那就先来开这小玩具啊！好啊，看一下这个。哇，是屁桃，是一个娃娃，一个娃娃。赞哦！然后这边是后面是有吊饰的，哇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哎，我觉得它的八奖应该会蛮多人想要哎。你看 iPhone 八奖 ，iPhone 居然是八奖。它二奖是台新银行10万元的刷卡纪念，这个好像也不错。这个莱尔富的包装呢，它的外面还用了一个这种透明的包装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包装拆开，我觉得它这样有点浪费资源。然后它后面就是有大奖，第一名是 B N W， 第二名是 Toyota。那所以全家跟莱尔富都送车子哎。对啊。感觉哎、欸，可是我这100块，我怎么就给你？我只有你一半的价格。好，饼干二，嗨啾，麦根沙士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，麦根沙士比较少看到麦根沙士的饮料，然后一大包卫生纸哦，啊，没了，卡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所以哪也不得就长这样，但是哎、欸，我这才100块啊，然后最后就是。莱尔富有两种福袋，第一种是有吃的，第二种是像那一张卡，然后它是用的信封装的，对。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拆开来。它的奖项是一样的，都是有汽车的。就是有的人如果不想拿一大包的话，就是直接用刮刮卡刮刮。节能减碳。节能减碳。100元的刮刮卡它是长这样的，然后这是福袋里面的那一张，所以其实它都有这个可以刮的。可以刮，然后这边还有另一半是那个奖品，就是等于说我等一下刮出来有什么就可以吃什么。那要现在刮吗？我们现在来刮一下。先刮。OK 的话，它最大奖是旅游金10万元，旅游金10万。OK 没有车子。哇，它的东西跟莱尔富差不多。对，100块。100块，我首先是一包浪味仙。把天气好好开开
张君雅，灌那个蜜糖奶茶，提高卫生纸。大家都一样。我觉得卫生纸很实用哎，卫生纸很不错。配套不一样的哎，不一样哎，东西不一样，配套不一样。我是生活绿茶，是茶乌龙茶。越来越多哎，打麻将跟玩牌，过年要用嘛。对啊。还有吗？曼陀珠茶、冰珠茶。所以 OK， 便利商店的东西比较丰富哎，我们这样开两包几乎都不一样。刚卡一张。我刚卡一张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起来，两个 OK 便利商店的，我觉得丰富性可能比全家好一点。哪有全家有玩偶哎？可是玩偶没有用啊，小朋友才喜欢啊。全家还是玩偶。但他这样子，你看他 OK 便利商店一定会有一罐饮料大的跟一罐小的，然后一定会有两包饼干。可是你看他这样子开起来几乎都不一样，蛮特别的。然后像这个。我觉得莱尔富给的东西可能就比较差一点，因为你看一样都是100元，可是它是有两罐饮料，这只有一罐，然后这边有一包卫生纸，莱尔富有一包卫生纸。我觉得 CP 值来讲，如果要买吃的话，我觉得 OK 便利商店100元的东西是比较丰富，比较超值，比较超值的，对吧？因为全家199嘛，所以你看你买两包东西比较多。然后如果说以 CP 值来讲，我觉得莱尔富它的最大奖有汽车，可是只要花100元，所以 CP 值来讲是莱尔富稍微高一点点。丰富度来说的话是 OK， OK， 如果想吃的话就买 OK。好，我们就来刮刮刮刮刮，我们准备好铜板了，要来刮了。刮刮刮刮刮刮，我先来刮这张商品兑换券，这个是100元莱尔富的那个食物卡，食物卡。它不是福袋，好，我们现在刮这个，就是长这样。就是你买了之后还要把它刮完，然后再去换商品。对，没办法直接开来吃。OK， 就是你看哦，这是莱尔富的，它是商品卡嘛，商品兑换券。它上面刮开之后，它这边会有一排食物的名字。那我 OK， 第一个通道 OK， 独家券5块。5块钱，五块钱。九奖哎，大奖。九奖5块而已。继续 OK， 继续 OK， 那我们继续刮。来，九奖，你这刚刚这张是5块钱哎，这也是5块，这也是5块，好烂哦，5块钱可以买什么？就不能买什么？5块钱，好换我啦。莱尔富，我要刮莱尔富。好，汽车要来了。汽车要来了吗？刮一个，啊，美式咖啡，美式咖啡5折，五折哎，欸，它有第二重序号抽现金哎，第二重是，第二重是从台湾抽出来，这个是哪里户？就是你的大奖如果刮开来没有中的话，第二重就是登录序号抽现金，它蛮好的啦，就是你不至于说那么失望，你还可以。还可以有一个小小机会，可以再抽现金。然后第三重的话就是会员游戏奖，就是好像现在只要下载一个他的 app， 你还可以再参加他会员专属的一个活动，所以他有三重。然后 OK 的就是即开即中，对 ，OK 就是刮开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没有中就没有中。然后再来就是全家便利商店就长得像那一张纸，然后打开来。上面这边是头奖的，然后中间这里是2到26奖，然后刮开就是直接有中或没中就写在上面。头奖会有一个序号，你就是再去登录就可以抽汽车，所以它汽车是用登录的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异业优惠券，就是下面这一点是一个你可以去换别的厂商的东西，就是跟他购买。哎，我觉得这样比起来。如果要买吃的，我会买 OK 啊，因为我觉得100块的东西好像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我觉得全家就还好，我觉得比较没有 很大的惊喜，还 OK。啊，玩具，我先打鼓，这个我不太会吃，我想要先打。OK， 那这些东西就是过年的时候零嘴可以跟朋友一起吃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要满50块才能减5块。烂。
丢。